今天我路过五六七房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里竟然多了一个邮箱。我来看看邮箱里有什么啊，竟然是五六七寄给小五的信。啊，天哪，今晚十三不在，能否见一面，爱你的七。我去，这个五六七竟然背着梅花十三做这种事儿。哼，我可不能让这封信送出去。我再来看看这里面还有谁的信。大师寄给比比东的信，大师寄给二龙妹子的信。哎，这个大师是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同时给两个女生写信？难道他……哼！哎，还有小五寄给三哥的信，还画了一个爱心。那我来看一看，三哥你快来，五六七他老是寄一些肉麻的信给我。就是，这个五六七太坏了。小五，我帮你把信送出去。我们继续看看还有谁的信啊？三哥寄给王贝尔的信，搞什么鬼呀？贝尔，你今晚还是一个人吗？我随时可以过来陪你的哟。天哪，不会吧，唐三竟然是这种人。哼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小五。对了，我再来看看大师寄给比比东的信啊。亲爱的二龙妹子，今夜良宵能否一聚。哼，没想到大师也是这种人，但是他肯定不小心把信寄错了，把寄给二龙妹子的信寄给比比东了。哼，那我就帮你送出去，这样比比东就知道你是个负心汉了。现在才来求原谅，哼，晚了，比比东是不会原谅你的。